上好，我是 Winnie。 今天是第三日，我們今天比較 chill 一些，不要好說的行程其實是有的，不過呢覺得太累了。昨天去了環球影城，行了腳都跛，我覺得今天完全是整個是未 recover 回來，很慘。看看我眼袋，然後又爆痘，整個很潮水。就不要說行程，我們下街，因為我們住了在深齋橋附近，我們現在走過深齋橋都只不過是10分鐘，所以選了一個比較好的地理位置。我們現在早上就出發去吃一間拉麵，那間拉麵呢就是24小時開的，所以比較方便。現在其他可能早餐店都未開的時候，我們就去吃拉麵比較好。今天呢是陰天，一陣間準備落雨，咁就好大陣嗰種雨水嗰種腥味。一陣間大概10點幾就會落雨啦，可能一陣間仲要買把遮。希望一切順利啦！喺呢個方向度穿過去，我哋去深齋橋。食完嘢先啦。個地下都有少少濕。我發覺日本真的很多這些黑色的烏鴉，而且它們叫聲很大聲。到了啦，這個就是我們的拉麵店，我們現在吃這間24小時開的。100元的拉麵有金箔中文辣，我不要辣的，全家黑拉麵、全家拉麵、溏心拉麵、炒飯，呢個咯，唔辣嘅，一模一樣。OK， 講翻中文先。全家福拉麵。請按下您想要的商品鍵。辣過呢個係。係咯，但係點解日文都有唔辣嘅？お好みの設定に変更できます。大啊，只不過差100元，食個大。お好みの設定に変更できます。よろしければ決定ボタン。佢有揀多汁面，有揀唔同嘅面。翻译啦，翻译嘅呢个肯定。所以呢一个系面条嘅硬度，软嘅正常嘅，跟住呢个硬啲嘅。上面嘅就系脂肪，系咪咧？呢个系几多份？我两份。跟住要唔要再加多叉烧？唔要，我要多粟米，呢个粟米黄油。啊，呢个蒜片、葱、芽菜，再份饺子，一人份就够啦。系咯，一人份。有饭。饭嘅话有炒饭。3320。お金を入れてください。ペンとお金をお取りください。我哋問咗係可以拍攝嘅，呢邊都係單人位，雙人兩個人以上都坐呢邊。譬如話而家已經坐滿曬右邊啲位啦，咁左邊啲咧就係佢會攞開嗰塊板，咁兩個人都係可以坐埋一齊。咁大碗啊！Thank you so much，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大碗啊 ！Thank you。超級大碗，你咁捧啊，咁大碗啊，覺得捧起身啊好重，根本滴都滴唔起身。多士，呢個係加雜菜，雜菜。这个就是 Ivan 的拉面加重蒜。试下 Ivan 的蒜，哇，你嗰杯好浓啊！阿龙嗰碗汤真系好正，加蒜落去好香，但系我见到油脂。试下饺子，来啦！咁啊，一个油。
这个就是我点的拉面加杂菜粟米。它味好夠，但係唔會好油膩，又唔會好鹹嗰種，就係濃郁嘅湯底。試下，我夾散咗，冇得。試下個肉，啲肉都開咗入口蒸肉咧。我啱啱講句話，佢唔鹹，佢一食多咗，食得大概兩三啖咁就，佢仲係會挑到你係鹹，你需要飲水啊，飲水。佢湯底真係濃到，我不斷重味啦，不過仲係好吃。我哋穿過一條橋，向深齋橋商業街嘅方向行。邊度？當時啊。邊度當時？呢度咯，幾大隻？我喐喎。突然間，多謝唔該，借咗錢要還，係俾錢仲緊。多頓骨啊！呢度有一隻。好多有 Kura 啊 ，Kura 喺美國有好多分店。我哋而家清洗緊佢哋嘅成條街，感覺行嘅行唔曬。向前行。神牛二千九蚊一嚿，有个80克嘅神牛。咁我哋而家就去紧黑门市场，一阵间准备落雨，所以个天好黑啊，又唔知去边度，全部店都未开门，起太早啦，习惯性。因为5点钟，前两日就3点几起身，今日已经算好啦，瞓到5点几，但系出到嚟都仲系大家都好空，仲未开。黑門市場，我哋嚟到呢邊已經差唔多落雨，睇下有姐姐擔住把遮啦，已經感受到滴滴滴滴滴，行下呢個先。我唔識啊，好出名嘅呢只。我哋真係行到腳痛腰痛，所以要決定買一個鎮痛膏貼住，一邊跳一邊行，咪可能捱唔到跟住落呢幾日。我仲一張一張張嘅，呢種依家一個個好似呢種咁樣嘅貼紙，貼嗰種嚟。發覺呢邊都唔興嗰種衛生棉棒，佢哋都係用 M 巾多。佢一塊有幾張？七張。7×10cm。嗯。但係搣開中間貼好咗之後啦，再搣另外兩邊。貼好似貼嗰啲紙貼咁，而家紙貼都係咁樣嘅 design。仲係貼嗰啲毛啊？一支好靚啊！一支粉紅色的，好靚啊！買支翻去咯 ，Elco 11未開門。
見到一個和牛1000 yen， 100 gram 1000。1000 yen 1200 yen， 好靚，就呢種呢種都好靚，佢係唔係好肥嘅？呢種我脂肪含量比較高啲。咁今日嘅视频就到呢度啦，中意呢条片嘅朋友就记得 like share and subscribe 啦，下一期带大家睇下黑门市场有啲咩好嘢食咧，继续关注啊！